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下三年大头挑滑板。挑滑指的是滑字的第二点挑笔。挑滑板呢，可以分为挑滑和挑滑无挑两个系列。挑滑无挑就是面板的头线、衣领以及背右缠满等特征均与挑滑板相同，只是滑字无挑笔，所以称为挑滑无挑板。挑滑系列根据滑字第一横的不同，又分为挑滑无横滑、挑滑出头横滑、挑滑短横滑和挑滑长横滑四种。挑滑板所配的背板比较繁多，除了常见的右缠满背之外，还有左中勾满背、右下勾满背、歪满背、 W 满圆扇点背、高低双勾满背、三勾满背、左右双勾满背等等，板式繁多，是极具收藏趣味的。今天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